他们都问我，从 UIC 毕业，为什么不出国深造，或者入职公司？我为什么要创业？仅仅是为了不用朝九晚五吗？是为了挣钱，还是为了证明自己？我为什么要创业？当然迷茫过，那时候把自己关在家里有半年，什么都不去想，团队里面所有人都在等着我。会有遇到瓶颈的时候，会去反复思索决策的对错，会进退两难，会想起当初想去创业的那些动力。从小的梦想，想拥有自己的事业，想做些有挑战性又有意义的事情。我就是喜欢一切很美好的东西，就是想做这样的一份事业，就觉得美好的东西都值得最好的纪念和记录。在 UIC 学到的专业知识和商业的素养，包括一群从管理社团开始就并肩作战的伙伴，都让我更加有信心。有想法的人很多，但一定要勇敢地迈出第一步，并且有坚持到底的信念。外国人喝咖啡有很多的花样，但中国人喝茶不一定要循规蹈矩，而觉得用世界的眼光去发展茶文化，这样才是最酷的。我常常和团队的人说，要去倾听和理解。你每按一次快门，每做一个决定，都要有专业的态度，都不能辜负每一对新人的期待。竭尽所学之能，这是摄影师神圣的责任。我一直希望能通过自己的成长去影响到更多的人，也帮助到他们的发展。团队里的每一个人都能携手共进，一起去实现我们的梦想。我希望把中国茶文化通过快消饮品的方式推向全球，把茶文化真正的推向全世界，推到每一个人的生活里，尤其是年轻人的手上。理智但不麻木，专注并且不断探索，注重当下，更要有未来的视野，这是对我自己以及我们团队的期待，同时也是我们在不断迈进的目标。我是一个会有明确目标的人，但是很有趣的就是，你在不断靠近这个目标的同时会遇到困难，也会发现更加完整的自己。我希望未来能够保持美好、敏感和充满使命感的初心，不断向前。公民、知识、学习、技能、创新、沟通、群体。我相信从 UIC 毕业，无论选择哪一条路，我们都能创造属于我们的精彩。